神树出事了。公主，你是永昭人，何必为临川的这棵破树这么不要命呢？少夫人，我再轻一点。没事。快入夏了，雷电多就是容易着火，幸好少夫人您及时发现。少夫人，您让花轮回去了，少主又还没回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您的手，我喂您吃饭，我帮您洗澡，还可以帮您挠痒痒。我去看看，好像有人来了。我随你一同去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少夫人来了。错了。你瞧，你让少夫人涂这个药，绝对不留疤。曾伯伯，听说少夫人喜欢吃这个，我们家有的是，要不够的话，我再过来送。好。收下吧，少夫人。吓死了！收下吧。好好好，收下吧，宋师傅。谢谢。按正常时间推算，五九将军应该已经回到了宫中。若一切顺利，再过一阵子我就能收到他的信了。春婆婆，这位姑娘怎么样了？她伤得太重了，即便我想办法吊住了一口气，恐怕也撑不了几日。春婆婆，这个能救她吗？少夫人，你怎么会有神书术破？是少主出门前留下的。若遇险境，性命攸关之际，可用何中之物？
春婆婆，她脱险了吗？少夫人放心吧，过两三日她便能苏醒了。那就好。也不知今日会不会有义士来送信。少夫人，原来您在这里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我的信？您带话的那位姑娘醒了。好，我去看看她。秦桑，谢少夫人救命之恩。你快起来，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呢。我看你穿着永照的兵服，你是永照人吗？嗯。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见故乡之人。少夫人难道也是永照人？嗯，我是永照公主，刚嫁到临川没多久。无本族人的带领，外族人是很难进入临川的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会穿着那身兵服，满身是伤的到了临川呢？大殿下要建一支自己的军队，但凡男子，不论老幼，全被抓去充军。我父兄早就死在战场，家中只有一个12岁的阿弟。我跟着兄长习过武，本打算打扮成男子代替阿弟，可偏是与同族人自相残杀。这是何意？听说大殿下的这支军队是为了阻挠护国大将军乌九归城的。两军交战，大殿下溃败而退，一路南下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只记得落入河道，醒来就在这里了。难道乌九将军已经解决了一切？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刚刚有您的信。秦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临川。边疆，谢谢你，乌九将军给我回信了。是路，你要走了？你的身子还没养好呢。承蒙少夫人相救，您瞧细心照料，我身子已无大碍，也该来道别了。谁辜负谁不负？我身上只有这个玉镯，不值什么钱，只能聊表心意。多谢少夫人救命之恩，这个我是万万收不得的。真正救你的人是少主，若不是他把树破留下，我能做的也只有把你从河边带回来。少夫人，你就收下，收回去吧。可是说不出，留不住，叹回忆着一幕幕，陷入沉浮，怎么逃不出？我听银翘说，少主出远门，还惦记着让他每日给少夫人准备鲜花，想来少主应该是个很好的人。是啊，他是很好的。希望有机会可以当面向他道歉。少夫人，这是今日的花，我给您送进屋里去吗？你给我吧，我自己拿进去。少夫人，秦桑，你不是说想当面感谢少主吗？你别走了，跟我一起等他吧。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。好。
灵翘，不是说少主已经返程了吗？他今夜会到吗？今日回来，明日回来，今日回来，明日回来。算了，再等一等吧，明日就回来了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少主回来了。少主在哪里了？回答案了，我去接他。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吴九的回信，只有看到信，他才可以安心。您吩咐了各部族的驿使们，每个驿站都不能停留。顾莫长，已经收到好几天了。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少主，您看岸边好像有人在跟我们交手。冯轩，好像真是少夫人。他怎么来了？贺连心，你叫什么？贺连心。这么着急来找我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听说你今天回来了，我很开心，就想着来接你。少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他来接我回去。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我不回永昭了，我要长长久久的生活在临川。我们回家吧。少夫人叫您回家。好，回家。我去接你的时候还没开，你一回来它就开花了。嗯，我承诺过的，石榴花开就回来。少主。嗯。
你折他做什么？在临川有一个习俗，五月的第一只石榴花是要送人的。原是如此，回屋吧。嗯。少主、少夫人，早点休息。听说前几日神树被雷击中失了火，你为了救神树受了伤，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就是一点皮外伤，早就好了。可有留疤？若留了疤，族里面有些惧疤的方子，我就跟去。你放心吧，没有留疤。啊，那。早些休息。好。嗯。何灵溪。怎么了？你送我的花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那，我先去休息了。等一下。